今晚是介绍可以让你成为白雪公主肌肤能够就是更明亮，讲讲讲讲，每个女生一定会用到的极萃烯，它是用吃的，然后就是可以帮助你的肌肤，就是让你的肌肤状态变好，然后又可以让你的肌肤就是来对抗黑色素。我们看到它的包装很漂亮，打开内盒，打开拿起来之后，然后里面呢它都是长这样子，是胶囊式的，一盒里面的话它就是60颗，它的颜色很可爱，就是粉粉的颜色，吃下去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。建议的话呢，就是前面一个礼拜先一天都是吃4颗，然后因为它吃的就是对我们肌肤也会比较好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保健，就是一天就是维持2颗2颗2颗这样子吃也 OK。 你看它里面还有这个肤色的那个颜色对比卡，是不是很想冲着这张卡而买？我想知道自己是这张卡的几号。像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呢，颜色是比较偏4号跟5号中间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肤色已经是接近像2号。肤色变均匀之后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是你们的黑眼圈。然后像这个的话是那个全台唯一就是用吃的，然后是真的可以就是帮助我们改善黑眼圈问题。打开给你们看里面，袋子里面呢，打开。它里面是这样子粉状的极萃烯的那个水蓝色的包装，可以这样直接加在水里面吃，或者是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吃。搅拌完之后呢，它就是这样子橘红色的甜甜的味道。刚开始吃的话，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正在排解那些毒素，肌肤是有可能会冒痘痘的，千万不能因为说你吃了然后冒出痘痘之后你就暂停了，千万不要暂停，你要继续吃下去，要帮助你的肝脏的毒素全部排完，然后就会好了。熊猫眼再加上一个极萃烯，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改善我们的肤色不均、长晒斑的、晒黑的、毛孔粗大的，然后那个肤色暗沉的，以及就是有些人本来就是欧巴带的人，都还蛮有改善的效果哦。哈，这个分享给你们，以及这个是我们的黑眼圈完美豆保险，然后就是完全天然食材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小皮的分享，拜拜，拜拜。